哦，无闲几工啊，即阵会使小可休困一下。伫遮有精彩暗时新闻，主题分享，予你上轻松的暗头啊时间，请收听每天下晡六点半到七点的暗时报报。Hello， 亲爱的听众朋友啊，大家晚安呐、啊！欢迎收听每天暗时六点半，今天到七点的暗时报报，我是主持人阿秋。今天是九一一，安那九一一啊哟，九一一是啥嘞？哦，是连假啦。哦，不要想到坏的那一面去了，九一一不要啊，我还是待在家里面放假好了。今麦先为大家报道今天的重点新闻。重点新闻，针对 BA.1 的莫德纳次世代双价疫苗采购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说，预估首批到货量约300万剂，药厂承诺尽快寄测试品，可缩短检验封监时间，力拼九月下旬开放施打。新闻报纸为大家报上一首歌曲。等一下呢，又等一下呢，等一下呢，这是来自陈小云的歌曲，做回来欣赏。
你敢知影最近民法有重大修正？嗯，是啥物？为112年1月7日开始，满18岁就是成年人啊，而且无论查甫查某，拢爱满18岁才会当结婚哦。那安尼以后，我满18岁，签契约、租厝，拢用个家己处理啊呢？啊，不过成年人嘛爱为家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，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爱想清楚哦。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城市温暖有热情，透早起床快乐来无影。阮唱歌，你点点听，予阮永远的掌声。咱的友情，那天气闪是毋捌停。天空中偶然的相会，日日夜夜藏思念。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企业广播电台 AM738。 这个城市温暖又热情，透早起床快乐来无影。阮唱歌，你点点听，予阮永远的掌声。咱的友情，那天气闪是毋捌停。天空中偶然的相会，日日夜夜常思念。海风中海水的香味，阵阵飘送回改变。一转眼冬去春又回，海和天会相我们的心紧紧相依偎。一转眼冬去春又回，天天真心相对。绿叶广播电台 AM738。 绿叶广播电台 AM738。单元Hello Hell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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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， 今天是礼拜的，欢迎回来暗时抱抱节目，我是朱麒麟阿秋。咱暗时抱抱每礼拜的单元主题是新教台湾。今天咧，我们恢复原状啦，赶快来跟听众朋友啊，叫龙溪兵朋友来讲台湾谚语 ，yes， 要来讲台湾谚语咯。可以使学几句啊，无听过的台湾谚语民间俗语啊啦。好，来，废话不多说，赶快进入第一句。第一句，人害人，天唔庆；天害人，地干净。什么意思嘞？人害人，天不肯；天害人，在眼前。意思就是讲吼，天不容许你们做伤天害理的人呐、可是天呢，可以惩罚那些不公不义的人呐、而且呢，伤害那些坏人吼，如探囊取物，易如反掌。阿达，所以说啊，你们要不要当坏人？当坏人的话吼，老天爷呢一定帮你当肉饼，这样煎来煎去啊，翻来翻去、要折腾你们哦，所以卖这拍狼啊。
第二句，忠言逆耳，良药苦处矣。哎，什么意思嘞？人家说忠言逆耳利于行，良药苦口利于病嘛。所以嘞，我们应该要虚心接受别人对我们的批评还有意见，这样才能够知道我们自己的缺点。要不然你吃那个糖果啊，你有办法治病吗？都是越苦的药嘛，越有效嘛，是不是？第三句，一人一家代，公马随人拜。每一个人啦、啊，拢有家己的家来书的意思。哦，这查甫的祖先叫做公嘛，查某的祖先叫做妈啊，公妈。采公妈就是公哦，祭拜祖先灵位啦哦。哦，也是依照说每个人后代的处理方式啊，哦要放在哪里哦，都是他们一家哈、哦，他们一家自己决定的。哦，也不会讲插掉别人的公妈，你插别人的公妈要创啥？是不是？哦，自己的祖先自己祭拜啦。第四句，小娘吃有春，小手吃无分。哎，大家都这么有礼貌的话呢，哎，你先请，哎，这边还剩一点，你吃吧。哦，大家都是这样互助的精神呢，当然这个食物就会有剩啦、啊。大家都哦，唔甘吃嘛，拢想讲哦，歹势吃，你有帮吃好啊，这样子，那就会有剩菜剩饭可以吃。啊，如果嘞，小手嘞，要安怎啊？哦，我嘛要，我嘛要，紧嘞，就要让吃去啊，紧嘞啦吼，还得吃部分啦，因为大家拢甲塞了了啊，这个好没品哦。不过咱台湾人啊，是不是都啊，有好康拢爱用抢的啊，先抢先赢哦，手快就有，手慢就没有这样子。哎，所以这句嘞，就是口坑人吼、哦，要互让啦，互让才会有双赢的状态哈、哦。记住吼、哦，哎，较有品嘞，卖遐尼啊无品哦，手了了安尼。好，第五句，拍断手骨颠倒勇哦，这句也很常听到嘞，就是越挫越勇的意思啦。是的啦，吼、哦，你拍断手骨，再长出来的这个新的骨头呢，哦，反而就勇了。就很像说哦，我们得到这个病毒的时候呢，这个身体里面就产生了抗体，所以呢就不怕你再感染到什么病毒了啊、哦！希望大家都能战胜这个 COVID-19 啊！好怕等手骨电得用。第六句，一人治唔得两人医呀、啊？哎，什么意思？一个人的聪明才智能力啊，比得上两个人吗？哎，比不上了吼，有两个人一起想呢，总比一个人的想法好。有时候一个人呢想不到那么宽广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两个人呢有不同的角度啦，哦，才可以把这个事情呢想得完全一点、周到一点这样子。哎，啊，如果是两个好呆的嘞，哈哈哈哈，小黑他们点秋香来对天等哎，第一能儿啊，画文画武。如果是这两个的话呢，就比不过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啦，是不是？如果一个人真的很聪明的话呢，哦，两个人智商低下的是比不过的哈。所以一人低，唔得两人一，这个也是哎跨关啦，跨关板式啦。第七句，一枝草，一点露，代表呢，哦，天无绝人之路，行行出状元啦，哦，每一个人呢，天生我才必有用的啦。第八句，一日的欢乐无够，一暝欢乐来到。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一整天的繁杂的事情都已经够恼人了，结果还有人嫌不够，晚上的时候再找一些恼人的事情来凑数啊，哦，真的是自己在找麻烦的咧。第九句，一代娶下母，三代出下姑。哦，一代也是跟那一辈的人结婚啦，三代就会拢出一辈的囝啦。哦，这句什么意思呢？基因遗传啦，造成的结果啦，所以呢，是怎人拢要拣那种高富帅，或是这个哦，腰瘦、内破、脚寸顶酷酷安尼啦，来娶来结婚的哦，也是有道理的哦。有人基因太强大了，所以会导致呢后代遗传这样。没有啦，可是现在呢，有很多人都是不看外表的哦，看你的内在哦，所以内在美哦也是很重要的。第十句，第一公啊。做皇帝啊，第二公啊，做老爸。
欸，像你安尼讲的吼，古早人讲上古的两件代志，第一件代志就是做皇帝，因为身份啊特殊啊，无自由。即是皇帝能够拥有这个荣华富贵嘛，或者权威嘛，是不是？这是两种想要争大位啦，所以牺牲自由也在所不惜。啊，第二讲诶，就是做人的老爸啦。做人的老爸吼，一世人拢咧为吼囝啦，是讲查某囝的代志安尼来操心啦。对囡仔一出世，啊来读册，啊来成家立业，安尼吼烦恼头烦恼尾。虽然讲过程非常辛苦啦，毋过啦，算是特别的负担啦。自由的决定权是伫家己的，每一个人拢是安尼奋斗辛苦过一生。互咧追求的目标是拢无共款的啊，有人就是愿意讲牺牲一切，无计较代价去完成理想。有的人咧就较看会开安尼。好，教煞十句哦，要来休困一下哈。哦，咱先来播送一首歌曲《快乐的出凡》，来自蔡信娟小姐所演唱的歌曲。今来是快乐的出寒天，咧咧咧啊！有人搁咧佚佗无啊？吼、哦，我搁咧佚佗诶，太棒了，好听歌。
哎，小陈啊，看起来心情不错哦。妈妈的照顾问题解决了吗？对啊，真的很谢谢你告诉我1966长照服务专线的讯息。现在我妈妈都有日间照顾中心的交通车接送上下课，还有提供营养美味的午餐，很棒耶。嗯，我爸爸也说有朋友作伴聊天，每天还能参加不同的健康促进课程哦。看长辈在日照中心过得开心又舒适，做子女的我们就可放心工作了。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。结合网路，时刻在进步，日新又新，节目最用心。渔广 AM 七三八，欢迎回来，暗时报报，这个节目我是主持人阿秋。今天的报报台湾主题为大家讲到寻找台湾。咱拄则咧学了十句的台湾谚语呀，安尼继续来讲咱日常生活中较常听到的，也是讲无定定咧听到的台湾谚语、民间俗语。第一句，秋正也是肉，秋背也是肉，手心手背都是肉啊，拢是咱的心头吧。哎呦，哦，这个比喻呢，相对的双方都是同等重要的。亲像吼，啊，每次这个父母如果家里的小孩说，哎，为什么你都比较疼姐姐？然后他姐姐就说，为什么你都比较疼妹妹？然后这个时候，这父母就会说，啊，手正也是肉，啊，手背也是肉，啊，我是要怎做啊啦？拢跟我无公平啊！啊，我去跳海算啦，无啦。哦，这心头肉啦，都是手掌心的肉，手背的也是肉啊，都是自己的亲生骨肉。好，第二句，夜到车，夜到白啊，这个什么意思嘞？车就是那种怎么讲？有点像锤子，有点像给你啪啦，就是讲也给你啪啦白嘞，吼，就是吃梅啦，也给你吃梅啦，吼，给你挲挲的啦，也给你啪，也给你呼呼的啦，吼。这个比喻嘞，爸母咧教这个囝的时阵啦，啊，赏罚并重，教养兼顾了吼，哎呀，个教教好势，讲，哎，你不要再做坏了哦，不要再做怪了哦，啊，可是呢，打完了用迄个什么啊？迄阵拢用迄种尿杯啊吧，还是用迄种塑迄种鞭子吗？还有那个鸡毛掸子，还是说那个那个塞架、沙克钉啊嘛吼，甲你塑塑塑的，哦，啊来甲你呼呼的讲，安尼知影无哈？以后搁要安尼无？唔敢吼，哦。爱去学安尼无哈？爱乖哈，唔能够安尼啊，听有无哈？偷带尿安尼，哎，那个偷带尿是无意识的啦，还袂使怪囡仔吼，因拢常常饿安尼就会遐啊吼。OK， 还过来第三句，一代亲，两代表，三代散了了，阿娘呐安尼。好，第一代呢是骨肉至亲的兄弟姐妹，第二代呢子孙哈彼此都用表姑啦或是姨表啦哈来互相称呼啦。到了第三代呢，都分别散居各地了，在哪里住着嘛，算不熟悉呢。所以就是讲哈，一代亲呐，二代就表了，第三代呢就已经散到世界各地了。谁知道表弟啊、堂姐啊去哪里读书啊？说不定都出国留学去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也再也没有回来了，这样。哦，啊，在机场上遇到也说 ，Hello, how are you? Where are you from? 哦，更唔知对对来嘞，想袂到就是因表兄的迄个阿姐迄只狗呢。好啦，阿伯讲的无啦。就是讲越疏离就对了，然后都不知道已经隔几代了，谁知道你是我的谁啊？是不是？第四句，巴豆这有毒啊！这比如说呢，哈，有些是大人啦，哦，长久服要服那个慢性病的药啦，比喻久病常服药的意思啦。哎，麦阿伯加油啊！哈，嘿，加了撸来撸去哦，可以的话靠自己的身体去痊愈，可是年纪大的话就。哦，很难说呢，没关系，我们就随着这个生命这个时间呢，这样子就把握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了吼。第五句，起厝就好厝边，做田就好田边。嘿，我们呢要选就要选有好邻居的地方啊，哦，这个意思。第六句，吃鱼吃肉嘛爱菜噶，哎，吃鱼吃肉也要配菜啊，哎，都不吃菜的话不健康哎，知不知道？第七句，家己困倒啊脚，烦恼别人的厝老哈，
家己连蒙床都无法度困啊，搁去烦恼别人的厝咧漏水啊，你是不是管理较事管太多啊？所以呢，哦，休管他人瓦上霜。第八句，九月风台艰苦无人知。哦，九月风台哦很多变啦，如果稍微有疏失呢，可能就会灾情惨重喽。第九句，好嘴无食本。心地不好的哦，人家还不会立刻看出来。如果嘴巴呢很坏的啊，很衰的啊，乱讲话，人家马上就会知道啦。第十句，森林怕过有时错，卡步打叉下人无哦。形容哎，这神仙都会犯错啊，何况是人啊哈？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的嘛？好。今天呢，就教了这20句的台湾民间俗语啦。那么呢，时间的关系就先教到这。今天暗时报报就到这要过一段落啊哈。咱后礼拜阁继续甲听众朋友做伙学习台湾谚语民间俗语。安尼，咱明仔再会啦。最后为大家播送一首歌，《趁钱就照步来》，就是诸葛亮所演唱的歌曲，做伙来欣赏。再见，拜拜。大兄讲话上明声，怕人怕袂听，使鬼的念歌，无钱通人惊，无钱人人野，叫地地袂应，叫天天唔听。什么，让人得到地位？无钱人，大家拢看咱袂起。现主持，社会只有金钱来统治。嘿嘿，唔捌字，唔捌字。赚钱看时机，省钱等明年，欠钱是逆机，领钱爱细意，借钱看嘴子，欠钱无犹豫。是啥人老心一直在在？钱人连差啦拢会来甲拜，现主持社会敢是金钱上伟大？咱想看卖，想看卖，为钱受伤害，了钱搁分开。用钱买情爱，永远袂实在。有钱俭俭啊开，无钱变臭街。金钱人人爱，趁钱。